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你会打输，练习赛打输了啊，就找我出戏，女友不知道。你特地在这里等我，想必一定没好事对吧？哎，你们在约会啊？我知道你的秘密了，不能说，绝对不能让大家知道。你干嘛这么相信我？ 你就是相信黑客，也不相信我，对不对？都是刘大军的死台客害的。他跟黑客在一起干嘛？你怎么放心他跟黑客在一起啊？万一引发严重的肌肉溶解症，你就永远别想打跆拳了。这，连我这教练都敢骗。你跟黑客没有做出什么对不起我或刘大志的事吧？反正在你心里，我永远比不上黑利眼。随便你啦。跆拳变成杀人武器，这什么意思啊？ 我知道你还是不想接我电话，你不可以原谅我。热血青春，周六晚间9点，就在公视13频道。